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是啊，看你的面相就知讲你安尼足够读书的。想到你是看对知够读书，学问足好的。哦，会当梳这个梳中头的人无济呢，叫做黑疙瘩头啦。像我这个头型的梳起来未看的，安尼将仔。是是是，已经做官的下头了。我那讲你拢无表情，怎么？叫什么歌？地高月台。这地高月台吼，对你的人生来讲，一定有一段故事的。是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对未来的彷徨。对未来彷徨。啊。你已经要八十岁啊。你过来彷徨哦。哎呀，阿你讲。是做什么头路，行到今仔日来，搁彷徨啊呢？啊，这个东西啊吼，这代志咧做时阵啊，足惊的啊，啊，家己行唔对路安尼。真的吼，足惊，佫行唔对路啦，对，人心彷徨嘛吼。是啦，啊，你提高我台，麻烦点一下光明灯的嘛。光明灯来落你门店嘛。我安尼啦，人心难免彷徨啊。对对对对。哎，你讲提高我台，那唔捌听过提高我台吼？是。因为人生有真侪方向嘛，希望大家拢行对方向。地球又在送我大家。好，人生有一个方向。是，来放一瓶来，地高月台。心中一个确定的月台，方向正确。